国民党要成立新老团来反罢免，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意，可以得政治诺贝尔奖。国民党被反制罢免，那也立委行动全台湾宣讲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安尼讲：，请国民党不要螳臂挡车，以卵击石。你不要烦恼，你的所有的活动的创意的主视觉，我都帮你想好了。啊，反宪政、反民主，挺扣钱、挺钱根。鹰嘴团应该是朱云自己的引军，然后呢，傅昆萁当然缺少不了，黄国昌也当然少不了。那被扼杀控管法案引起民怨，展开清鸟行动。郭建明叫在野党立委是赶紧挖过来。国民党还执迷不悟的话，我说6月6号开始，行政级会议是民主的诺曼底登陆，国民党顽强抵抗、对抗民意的时候，可以看到，台湾民主的牛顿堡大神，国民党党主席将朱立伦将整党灭党。民进党团的总调吴国昌讲，伊愿意对民进党提出橄榄话，伫咧分别啊人保护法、基础正义、废除监察院、甲绿营合作。郭建明安尼讲，吴国昌，你不要再瞎扯了。你的记者感染是谁敢接啊？你天天讲谎话，你是台湾最一个负面的人选啊，毫无公信力的人啊！你的感染只能递给傅昆萁而已。郭建明讲，真正黑白讲，在野党立委唔通做历史的罪人，要若无会乎台湾的人民看不起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赶紧替您处理 MOD 的遥控器，在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您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